不过躲不过，就要自己送上门去吗？你是傻子啊？我们是人啊，米兰。是人就要有思想，有感情。我要出去几天，家里就拜托你了。米兰也麻烦你照顾。好。你不许去。厉叔叔说话没个准，你不要相信他，也许他又要杀你呢。我不去，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我已经买好了船票，七天之后就走。等办完这件事情，我带你们一起离开海东。那我们可以躲在家里，躲足七天，等船来了就走。而且我现在那么厉害，用不着你做那种事。我们是病人，怕什么？人家都知道。那打不过躲不过，就要自己送上门去吗？你是傻子啊？我们是人啊，米兰。是人就要有思想，有感情。有又怎么样？没有又怎么样？这很重要吗？做人才能有亲人朋友，才能有诸多牵挂，才能处理你和威廉的事情。我得对这个弟弟负责，还要再交锋一次。总之，在船开之前我一定会回来的。你好好在家里待着，等我回来好吗？好，拜托你了。放心吧，沈先生。穆家为求长生，曾前往蓬莱，与玄阳石持有者穆家缔结盟约，世代守护金屋扶桑。终因穆家先人与穆家冲突不断，叛出蓬莱，幸先人带走金屋扶桑，穆与其族人一夜衰败。穆氏虽得金屋扶桑，却仍然无法破解诅咒。诅咒？凭什么？我穆家三世而亡，他沈之恒却可以独活。若上天不让我改命，我便任沈之恒陪葬。现在就算神佛在世，也休想挡我的路。说好了一起行动，却把我丢给了你。我不需要照顾。米兰小姐当然不需要人照顾，您需要的时候跟我说就行。